直播间家人们啊，你们猜一下他给我了没有？昨天他那个写下的那个欠条，他给了没有？你们说，你们觉得他给了没有？注意安全，我知道，你们放心啊，我会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而且我会全程开着直播，有你们在啊，没事的。直播间昨天啊，帮我录了视频的人啊，给我边上打个录了的，没事，咱们有这个，没问题的啊。我可以联系不到他，但是他的公司我能联系得到，他的现在路场那些我能联系得到，啊，没事，我们今天就出发他的路场，现在马上就到了。他说昨天那个啊，七点半就给我，对不对？今天七点半就给我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啊，昨天知道啊，昨天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，但是没有给，人也没有来，电话也不接，怎么弄？直播家人们怎么弄？拿这个起诉是不是？那要得还要花啊，再等个一年半载的去了，等不了，咱们等不了，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耗。他娃失踪了吗？对，他娃失踪了，怎么弄？家人们，打个欠条，欠条咱们是打了，但是咱们就拿着这一张纸也没用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就拿着这一张纸也没用啊，这个也不能吃又不能喝，对咱们来说那个实际的才有用，对不对？直接啊，今天那个梅花鹿直播间99上车，一人一头，觉得怎么样，家人们？他要这样子整的话，咱们就只能这样子整了，没办法了。我当初就说他是真的，这个老杨现在是不可信了，不能太相信他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今天咱们怎么办？来，张总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啊，只有先去路上。哎，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们就说我们是去参观的，先都不要说找老杨的事啊，先都不要说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哎，不能只是去看了老杨哦，老张啊，不能。今天如果他不给我把他的那些路全部拉走了，没办法了，家人们啊，不能再1、2、3、3、2、1的再拖了，我拖了几天了都。来，阿姐把这个欠条拿好。好。多的我不要，就要1万人就够了。哎，王总，啊，要不我先联系一下那个货车。不对，货车联系好。对，我货还有，来，你再给老杨打个电话，好，看他能不能接，他看他接不接。啊。几天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是第几天了？第一天咱们去他公司，说是第二天给我解决，咱们去他别墅的时候啊，第二天他啊，不解决，他老婆说了，他老婆又说了啊，第二天又给咱解决，结果第二天他老婆也不给咱们解决，现在是啊，几天了，都几天了，有四天了，是不是？有几天了？第一天是他自己解决，不解决。第四天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今天第四天了，整整忽悠了我们四天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4000多个家人们，他整整忽悠多个家人们，他整整忽悠了我们四天，各种方式。马上把我直接这样，我现在就联系了师姐呀。喂，不要说是我找他，哎，不要说是我找他啊。哎，老秦啊，现在你在干嘛？帮我调我看10台车子。没事，咱们也不用大吵大闹，这样子的话啊，更生气。咱们不用气，遇到事情以后，咱们就心平气和的来，好好的沟通。来，你们说，咱们一会儿啊，咱们商量一下，一会儿去梅花鹿该怎么弄，那个路场该怎么弄。路场，
我感觉啊，我们先去这样啊，我们就说我们是受邀来，我们有预约来参观。他肯定会问怎么那么晚了、啊、我们说我们对不对，那个时间上行程上安排耽搁了一下，我们先进去先看老杨在不在、哎、意思是你害怕他们进不去是不是？哎，不能打草惊蛇啊，打草惊蛇啊、哦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咱们不能打草惊蛇，家人们啊，对，咱们不能打草惊蛇啊，还是张叔叔来，你的计谋比较多呢，让老谋深算了，我出了，那我必须帮你吧，对对 对, 对，咱们啊、哎，咱们啊，先温柔一点，嗯、要不然那个、打草惊蛇了。是啊，还是张叔叔他们那个年纪大，然后见多识广、哎。好像到了，到了是不是？小声一点。来，家人们到了。直播间现在五千人啊、哦，咱们已经到了那个路场了，来。哇，梅花鹿雅直销树，哇，到了。来，你这是。你干嘛？这里有电子监控。啊，监控什么都有。肯定有啊。你看一下那边，整片都是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家人们啊、哦。那围墙好高、啊，这里面啊，它这个路场太大了，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大。从这里连过去，整片都是。师哥，拍下啊，这些整片都是，真的是。哎，我们是他合作参观的。这么晚了不要参观，你们是谁？这么晚了不要参观，我们路场晚上不能与别人进。啊？不允许别人进。不允许，没有。那个我们是过来那个合作的，哎，有预约的啊，与谁合作？这么晚了不能营业，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我们从青海过来的，我们从青哎这地方你看见了吗？都是全程都是全程无死角的叫着呢。没事、哦、我知道我知道。哎，那个我们嗯、哦、不用我来说就行、嗯、我们不是坏人啊，我们是过来啊，那个跟你们这个路场合作的，我们是从青海过来的，有预约过了的，只是今天那个路上堵车，现在八点半才到了。你听我说，所有的事情明天再谈，今天你谈合作也好，参观也好，我们晚上不允许别人进来，听了吗？赶快走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次我跟你们谈的是几千万的那个订单，你我要是啊，几千万的订单，对，那你这属于是大客户呀。对，我是大客户，如果你这边不让我进来的话啊那我就只能去别人其他厂。你是不是前两天那个来自香港那个富商呀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是来香港那个。对呀、啊，前两天接到了一个通知，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富豪来跟我们谈我们的这个项目，那你们进来吧。对的，对对对，我们就是从香港过来的。啊，香港过来的，香港。从香港过来的，那太好了，来来，把车开进来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好。嗯。好、啊，这、哎、香港的富豪太有钱了，这是开了阿尔法呀。啊，兄弟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来。哎呀，你们我们就缺大的了，我们就缺你们这种大富豪、大客户。来来来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在这一片，就我们家，哎，还有我你那个，但进来归进来，我们这地方有那个，我们这必须得有出入证。哦，有出入证才行啊。必须得有出入证，参观证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参观证。好好好。把这参观证带上来。没有这个出入证不能进来啊。没有这个参观证、哦、不能进来还不能进啊。哎，对，不能进来、那我得带上才行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带上来。你知道吧？啊，看见了吗？这个满山遍野，看到吗？我那，我们占地3000多亩。三千多亩。我光现在成年的梅花鹿的公路啊，30多万头。三十多万头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现在不光是你们香港，现在整个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家人们啊。包所有海外的客户太多了。嗯。现在海外客户、那是鹿是吧？我再给你点看看。我们先看看呢。来，先看看这边。你都不知道我们这边太大了。我们哦，对，家人们，咱们得配合他，先参观一下，然后再找老杨啊。咱们先不要打草惊蛇啊，顺着他的意先了。好。这个哈。哇，这个是传说中的梅花鹿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好。啊。你们可能见过梅花鹿，但是没有见过这么多梅花鹿。我家梅花鹿看见了吗？这边小树林往那。
总共30多万桶。哦，30多万桶。你听我说啊，像你们这种香港的，你们可能有吃过灵芝，但是你有见过鹿吃过灵芝吗？有。股票上把那三个字打在股票上，准备家人们，股票上把那三个字打的，看到吗？哇，又泥质牙的，你看到吗？不光是灵芝，哇，那个好大，还有人参，哎呦，这个大，哇，吃了名贵的18味中草本，这个跟牛一样大呢。听我说，你不懂了吧？这是不是红肉？这哪里是鹿，这是牛呢！我靠，这是我们8年的公鹿鹿王。哦，鹿啊，鹿从古是仙兽。鹿浑身都是宝，哎，而且看到吗？啊，为什么说我们要通过用灵芝、人参，包括这些所谓的这些中草本，为了喂养，这是我们科学养殖、科学管理。啊，来继续参观，这是简单的一个小鹿食啊。哦，哇，哦，这种鹿你们养了多少头？总共养了30多万头。30多万头。30多万头。哇，你们这个搞得大呢。Okay. 有没有看见？哎姐，他们这边怎么给他们天天喝的山泉水，看见了吗？这是肥，喝的山泉水，听着音乐，因为鹿的年龄5岁，相当于人的年龄是80岁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客户？啊，3000多亩，30多万头，我带你一一参观嘛。哎呦，算了，为了保证让你们得到更大一个信任，我们想把你们这个订单签下来，我带你一一参观，行不行？好，我们也希望找一家实力相当的公司，我们也把这个事情做好。你放心好了，你来的与我们合作，算是咱们是共赢，算咱们是共赢。对对对，那个这样子，我这个鹿场你我们参观的差不多了，你这样子，你带我去见一下你们杨总。什么？带我去见一下你们杨总。你跟我们杨总有认识吗？啊，对，我是过来跟他谈合作的，走。哎，我们之前有联系过他了。之前有联系过吗？果然在这里。没听杨总说过呀？对呀，我们就是过来啊，找跟杨总，我们就是过来跟他谈合作的。杨总不在。啊，可能不在。杨总，他说他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才过来的嘛。杨总今天真不在。哎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这边，这边你们就别参观了。啊？怎么？你知道这边为啥吧？这个为什么不能参观？这边是我们的成品库。哦。我跟你说了，这个仓库，鹿浑身都是宝。啊。为什么我们给鹿吃的灵芝，吃了18味中草本，就是提取了身上的？仓库也看一下，仓库就别看了，因为什么？看一下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仓库的成品库，比这个鹿价值都要高。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价值比鹿都高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不懂，只有你们签完订单，签完给我们打上钱，我们才可以让你们去参观。哦，这里边的成品都是通过没有进去都不让参观你们这里，都是通过5到8年的澳洲梅花鹿的公鹿鹿王提取做的产品，所以说你们现在没办法分享。我们不参观你的那个，不参观这个重基地，我们就不参观了啊。这是重基地，没关的。杨总呢？杨总不在。在，他叫我们过来的。哎，杨总，我们预约的啦。杨总，我看杨总在不？杨总刚才说出去了。杨总来客人了，香港的富豪，来大客户了，在不在？杨总有在吗？在。啊，就是这个就是杨总，你看，哎，杨总他真在，我以为出去了呢。好，我以为出去了呢。他在写什么呢？他老杨，杨总，老朋友来了，老朋友来了。哎，这么大客户，开门。哦，哎，杨总来客户了。咋回事啊？杨总来客户了。杨总，来客户了，香港的富豪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了？你什么香港的富豪？啊？不是，杨总，他们是香港的客户。嗨，怎么打电话了？你被骗了你！老杨怎么不欢迎我们？怎么不欢迎吗？不是，杨总这咋回事？我怎么会被骗了？人家是香港的客户啊，开着豪车来的。不能说，他们什么富豪？来了就进来吧。怎么不是老朋友吗？不是，我认识。那个你不用管，我们跟杨总的事情啊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，杨哥？杨总。不是不接电话，
咋了？那个我们你忙你的去吧啊。哦，好嘞好嘞好嘞，我知道，你忙你的去吧，忙你的去。行，我把那个今天那个开产品还我再处理一下。好，忙你的去，不关这里不关你的事。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啊？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人家挺好的。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嘞。怎么找到这里来啊？啊？他们我跟你说找的。哎，来，老张，是你带他来的。来，杨哥，杨总，直播间7000个、7000个人都想看到你呢。看什么看？不要播了，不要播了。啊？哎，老张，又是你带他来的吧？哎，这些地方你们都找得到。哎，真服了你们了。也是知根知底啦。这样吧，今天确实有点忙，这个钱的事情啊，我尽量给你凑，怎么样？不是，确实有点打电话。咱们昨天可不是这样子说的哦。喂，是啊，现在我也困难，告诉你，昨天说的尽量给你们凑，好不好？看明天行不行？老杨，你这套就不要这样吧。不，宽限我2天，真的这段时间资金确实比较紧张。啊？哎，不行。这老杨，这白纸黑字都写着，你是不是忘了那张纸拿出来。哎，老杨，我们直播间啊，7000啊，现在昨天咱们10000人知道的啊，这里面啊写了啥？10000人知道的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家人们啊，录了视频的人，扣个1，打个1出来。咱们直播间7000多个家人们啊，昨天录了视频的人，扣个1，扣个1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个人录了视频。哎，老杨，你说的是今天8点是吧？我是说了今天，是不是？我是说了今天。就把这个钱给人家王菲。确实有困难。结果打电话你也不接。今天我给你发了短消息，知道吗？那什么短消息？我哪里收到了？跟王菲发的短消息。我说这能不能缓一下？结果你们搞成这样，这样再缓个几天行不行，王菲？缓不了，你们说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他说缓个几天。你昨天怎么说的？来，你昨天原话复述一下嘛。昨天我说的是今天260个吧。啊？啥？今天260个？不对哦。来，这上面，我帮你念出来啊。北人承诺，2024年9月6号晚上7点半。全部归还。哎，我会这样，不用说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用说，这样。这个纸不要拿给他啊。这样，宽限几天，正好明天我签个客户，可能资金会到账，就这两天签个字，就是我的产品要出去一批货，然后资金到账，我把钱转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宽限一下。你那么大的老板，你说你拿不出100万，真的，谁信呢？对不对？你们信吗，家人们？你们信吗？哎，老杨，不是，最人家不知道，你是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后天推又推后天。你这个几千个路程，几十万的路，您这拿来给路痴，梅花路痴。这几百万，这些说是小事。王菲这样吧，我告诉你。因为这几天我生意做的那么大，说是500个拿不出来。准备。来，我们直播间啊，马上8000个家人们啊，马上8000人了。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啊，不是点赞就去点上，然后公屏上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。我没事，我知道怎么说啊，家人们，我知道怎么说。你们直播间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，你们就打那三个字就行了啊，你们就打那三个字就行了。我知道怎么说跟他说的啊，你们就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。真的，被你搞得很头痛。这两天有大客户过来，然后有2批订单，如果订单签好了协议，资金马上到账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个，我觉得不怎么样。等我客户，我可能明天或后天陆续有客户过来，然后把这协议一签，一个是我的产品出口的最好。签了过后，然后把现金转给你，好不好？资金流正好过来一部分，你相信吗，老杨？他说是过几天，家人们。
你们字就不要打了啊！你们觉得洗的话打个一，不洗的话打个二就行了。有两批大的单要签，如果签单一签，资金马上到位，怎么样？给我点时间，怎么样？给不了。一会儿我要当着直播间一万人的面，公布一个关于你们这个路场的一个消息。你不要这样说，我明天后天那个事情的话，有两个单要签，你心里面也清楚，我心里面也清楚。我有两个单要签，签了这个资金马上到位，怎么样？你们反正我感谢丹姐送来的188张人气票，来，给你怎么样？是不是？给你这样，我给你今天安排。我跟我家人们商量一下啊。他说他过几天有几个单要签啊，有几个大单要，这两天有几个大单要签让我们就是小 case， 到时候再给我们你们家人们，你们直播间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，就打那两个，你们觉得行过不下打个一，觉得不行打个二，我听你们的家人们啊，我听你们的，来我打给你看来。我的话不止我一个人啊，我是带着直播间将近8000个人一起来的，然后我有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他们商量的。来，直播间啊，现在是将近8000个家人们啊，你们觉得行的话会不会打个一，不行的话打个二啊，其他乱七八糟的字你们不要打。来，你看一多的话说明你这个方法行，如果二多的话说明你这个方法不行啊，咱们就看着啊，顾比赛一多还是二多啊，全部打了一，我都没有看到一个一。来，直播间啊，所有家人们啊，你们觉得行就打个一，不行打个二，还是有打一的，看见没有？ 打给他看一下，看见没有？还是有一啊。老杨，你的眼睛度数该调一下了。一个一我都没有看到，全部是二，我都看见了。我看你才二啊，老张。我是二。谁二谁不二，咱们这个没事。这是全部是你搅和的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我再跟你说，原来对你怎么样。不，老张，你要找张叔叔，真的，什么事的话，那就等于找我什么事。我这直播间8000个人还是会盯着你。你有什么事你现在就找嘛，来，张叔叔他现在人就在你面前，有什么事你现在就找呀。我的后悔，我跟你说，后悔把你拖到之前的那公司里面来，结果后面你这点下子这样的王菲的公司也没有。在口罩的时候你说，哎呀，不说这些，谁帮了你？不要说这些，谁帮了你？真的帮我们，那你都是用什么过河车桥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老张真的来，那个，咱好好说，咱也不吵不闹。对呀，啊，那也没用，咱们好好说。我跟你说了，王菲，明天后天，我真的要签两个单，这个大的比较大的合同，到时候资金肯定到位，你的钱少不了你。我能信你吧？真的。要不这样子，那就再给你，而且可以给你再加50000，怎么样？我是你就不要来找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是长那不忘的人吗，家人们？我是长那不忘的人吗？这样子，那我就你这个这段时间我就把你这个家当成我的家啊，我把你这个农场我把你记忆着，等你什么时候给我了，我再走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行，你们这样搞真的不好。我觉得这样行，你看这里，到时候大家还在到处转转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搞得我很难看。那咱们就帮他记一下他这个农场啊，这个路场。这个事情解决了嘛？我们这个事情解决了，一切都 OK， 真的。王菲，你今天走了，明天没都记不了，我知道。这个我还不知道吗？那都王菲，我被搞了几次了？我到哪去啊？你都找不到。我们肯定啊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嘛，你这个本事真的挺大的。我现在我就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啥工作也没有，我的工作就是对你的工作。我跟你说了，承诺了，绝对兑现。这两天真的签两个大单，签了单然后再给你加5W，怎么样啊？多加5W。哦，你看这个杨总好大方哦。他说他加5个，加5个的利息。咋不要？我们又不是发高利贷的，我们是正能量主播哦。
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好娘民。我说话算数，怎么样？今天你们就回去了，我还有事儿。给不给啊？我跟你说，真的没有钱，现在现金流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钱啊？真的，明天后天我签两个大的比较大的合同。那你昨天是骗我了？也不是骗你，我就想本来是今天他要到的，从新加坡和香港过来，今天人家有事临时推迟了，怎么样吧？我还着急了，打了很多电话，所以人家确实有事儿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后天，最迟就后天吧，怎么样？后天？对。我不相信你。说话算数，我也不老张。对不对？我这样子啊，我也不听你这个。你不相信老张怎么样？哎，我更不相信啊。这样子，我也不听你这个有和没有的这个事情了，真的不听了，听了没意思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说你开这么大的路差啊？你卖个也不差，差了三瓜两枣，卖个几千头鹿给别人都够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你那公司，公司开的那么大，路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我不管你，你不要说这些，我有这么大的，哎呀，我查了，全是你一个人的。哎，你编这些，我查过了，全是你一个人的。这样吧，我现在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哪一步？就后天，然后签两个合同，人家会打款过来，打款过来，因为现在公司确实现金流很有问题，打款过来这个钱，对不对？你绝不食言，怎么样？绝不食言。今天说好8点钟，电话都不接了。我到处地方你这样子，家人们啊，我提个意见。他现在是在跟咱们哭求，就说一分没有那种，看资金周转不过来什么的，这样那样的啊，各种理由。那我提个意见，我把他那些路一头两万拉走。阿姐，你帮我算一下，一头两万多少头才是500万？好。500除以2万是2500头，是250头。250头是不是？250头就哇，几个车也没装。一头梅花鹿大头的，这一头能不能卖到2万块钱？应该能卖啊。大头的可以。卖不了。大概就是7、8千块钱左右。啊，直播间他们应该知道吧？梅花鹿大头的一头多少钱？家人们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那我就按1万一头拉500头走。大大小小1万一头，不能要太小了，太小了。我也不要他的路，哎，我要他的路干啥？我要他的路，那我扯啥了？这样子，只有两个选择啊。说。要么今天给，要么我要把你这些路全部给你放了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，你不相信我？如果你今天敢放我的路，我告诉你，怎么？对你真的没好处，而且我可以报警。你报没事，报的话那我更好。那要想清楚，老杨，我跟你说，反正这事你做不得。你觉得我不敢是不是？现在就放他的路，哎，放了，把他们家的路全部给他放了。哎，什么时候想好了来？来，回来，放路。来，啊？没干嘛？来，把他拉住。干嘛？进办公室，进直播间啊！不要打了，其他乱七八糟的字，就打那啥字。进来，没事，没你的事。没事，没你的事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需要，需要我叫人吗？不需要叫人。
叫嘛，没事叫。我直播间8000多个人都看着呢，看你们怎么叫嘛。需不需要叫人？需要叫。我直播间8000，来，咱们直播间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啊，就打那三字。好的好的。来。我告诉你，王菲。你不要做出太过于激动的事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真的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说对你也没好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啊？我既然承诺了你，就是这两天，绝对这是不会食言，你放心吧。怎么样？老张，我们多年的朋友，未必真的你还不相信我？啊，我不敢相信你了。你昨天说好了，今天8点把这个款打给王菲，结果呢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。哎，直播间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。来，喝水，担待一下。来，喝水。这个你们这水太贵了，喝不起了。哎，不喝不喝，你的水喝不动。来，不想喝水。哎呀，不喝水不喝水不喝水，我不喝，我只想要我的，给我就行了，我就走了。你就把这个王菲这个事情解决了，多好，你也免得每天盯着你，是不是？老王，哎，老杨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直播间，你看。我告诉你。马上9000人了，马上9000人了，全部都在看着你。不管你多少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一会儿，一会儿直播间人就到。没有钱，你不是憋着公鸡下蛋吗？一会儿下蛋吗？一会儿我直播间到10000人了，我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，对不对？怎么弄？那怎么？公鸡下蛋，没有钱现在拿给你，那你把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？你不要搞这些什么把卢狗放了、拉走啊这些，不要，肯定你们想法我肯定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啥？联系车，张叔叔。联系车啊。好的。哎，张老板，老张。现在老张、老王都不行。联系车。老张，不要打电话。今天我要搞一个非常精彩的事情了啊！老婆打电话，不要打电话。没事。准备家人们啊！电话。今天我要搞一个非常精彩的事情。喂。现在你。直播间啊，家人们啊，不比较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啊。直播间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。你不要管你，那个是我跟杨总，你跟杨总，你们杨总去说吧啊。我来是选路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没办法了，只能拉1000头走了。来，挺好看的啊。你不能拉走啊。你不知道情况，你一个上班的，你好好上你的班就行了，还在搞这么多。你们不能拉路啊，杨总，他们要拉路，杨总。你车要到了没有？你赶紧联系车。联系了。能拉1000头，你看现在又有多少车？我联系了，现在。是杨总走了吗？我再打个电话。那谁啊？拉。好像是杨总，哎，看一下，哎，杨总，哎，停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也不说一声，走了是不是？走了，停车，不用追了，没事，杨总他走了。杨子走了，家人们，杨子走了。杨总坐着迈巴赫走了。那个谁？不是杨子怎么走了？来，你过来。
你过来，你不能拉路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，有可能你不知道情况啊。阿飞，我再打一下电话。你啥时候能不能走了？没事，他走了就走了嘛，来。他走了，我就当他的这个厂长。来，我们直播间啊，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，咱们就打啊那三个字，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，咱们就打那三个字啊，然后点赞不要提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过来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过来，我是什么人啊？把那个纸拿给他看。好。不是，你知道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吧？不是，你不用管，来，你看一下这个。这是我老板的名字。嗯。这是我老板的手印，欠王飞。我是王飞，我叫王飞。看到了没有？500万。那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管，来。陈少军，来，你收好。不是，杨总，这么有钱，怎么欠钱了，杨总？来，还有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啊。这个工厂违建，允许他们也拖了好几天。不是大哥，我你听我说，大哥，我跟着杨总跟了这么多年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想失业呀，我整个把我的所学的科研管理，包括带领了我们这么多500多名科研人员在这里研发产品，大哥，那是杨总的事情，可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哥。你不是，你确定跟你没关系？你这跟我没关系，那是杨总的事。你杨总欠的钱不是我欠的，哥。你也知道，这个事情的话啊，你是这个陆厂的负责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姓吴，叫吴厂长。你是陆厂的负责人，你是还是厂长？你觉得这个事情，你觉得不关你的事情的话，啊，那你没事，那我就按这条程序走。不，到时候看有没有事就行了啊。不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你那个大哥，你们是好人，你不能把路拉走，因为什么？路就是我们的，说白了，这是我含辛茹苦，我们这么多光员工上下这么多人了。你现在还在关心你那个路，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啊。不是，我自己也要关心，但是我们，你知道有多少人的心血注入进来，才把鹿养得这么好，科学管理，科学养殖。停，我不跟你说那个鹿的事情啊，我就跟你说刚才那个你们这个厂的事情。你听我说，你这边你最少，反正我不知道是多少年啊，肯定是进去的。不行啊，可不行啊。你听我说，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？你这样子，你今天啊，我也知道你是个打工的啊，我也不希望啊，杨总的这个路查的事情能够牵连到你，啊，你也是个打工的啊，挺不如意的啊，我能理解你，从现在开始你好好配合我。我配合你。我这边的话就不把你牵扯进来啊。配合你。如果你不配合我的话啊，那没事。哥，你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。行了，哥。那现在你那些什么地方？你带我去看一下全那个所有地方都看一下。所有地方都看一下，哥。这是我们的，刚才这是我们的一个做的路的一个成品库。哪里啊？这边。这个啊，对，这边是我们，这是咱们这个种基地，咱们看一下。对，我们种基地，这是我们那个做的录的成品库，但是你别进去了啊！你听我说啊，怎么不能进？你知道吧？咱们这个录的这个品，比我们录都重要。整个性的所有的心血都注入上了，你也知道鹿浑身都是宝，通过5到8年公鹿的鹿王提取做的鹿产品，这就是造福于人类，造福于百姓的。啊，我看一下这里面是啥。别看了，哥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我相信你过来，兄弟，你过来，安姐，你去看一下它那里面是什么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只是个打工的，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行了。我知道这个地方的事情是我跟杨总的事情，这个地方是杨总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哥，但是你现在不是害不害怕失业的问题，我劝你最好马上啊辞职算了，不然的话这个事情牵连到你的话，你又很难了，知不知道？我也很难，我上有老下有小。那你就啥都不要管，你就住在这里，来。
我跟你说，你们杨总他人不好，不因为我跟你们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厂长让你做厂长吗？到时候有什么事情你兜着，你兜得住吗？走我完了吗？我上面我老母亲、老父亲加我孩子，还有房贷，还有车贷，哥。你现在玩不玩、啊、哥，你不能把我，你不能，哥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也不要激动啊！我对事不对人啊，我是对那个杨总啊，我们两个有事情啊，我跟你的话没事情啊，我也只要你这边、配合就可以了，好好配合的话，我肯定配合、你配合、你这边好好配合的话，我肯定好好配合你的哥。我也不管。这里面是不是装的？拿来看一下，拿来看一下，这是啥？装了好多东西啊，看仓库，仓库里全是这种，是不是？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有，反正都很多。看一下啊，你看一下，可以。你别说话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紫色的。这是啥？这是给海外他们订的鹿心丸。啊？嗯，这都是给海外的客户。哎，你配合王哥就等一下，我为了你啊，你再说话。哎，来，哥啊，这个都是我说这个是啥？我就问你这个是啥。这是鹿心丸。鹿心丸是不是？是通过梅花鹿的公鹿鹿心提取做的鹿心丸。多少钱一个？这个。多少钱一瓶？这一桶是现在不算门开经费，光成本800多，899。这一桶是十粒。等一下，哥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咱们先入心。你跟你们杨总打个电话，他如果来啊，就好说；他不来的话，我想，我要啊、哥，把你们东西卖了，卖了，我要换成钱啊，来。那纸欠条啊，我那欠条啊，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。我那欠条是500个，你也看到了，什么时候到这500个啊？别，你没事，你还旁边。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到500个，我什么时候再走？啊，至于我怎么卖，那就是不关你们杨总的事情了。不是，哥，来，安姐，这个链接坐到我直播间来，就快去坐上。赶紧打电话。好，我打不通。来，直播间家人们啊。他不给我钱，没事，我把他东西仓库的东西全部卖了，我把那个我的钱够了，我就走。什么时候够我就什么时候走。打个飞机啊！来，我就要上车了啊！继续打吧，不走。没人接是不是？对。没人接，你给他发信息，就说王菲要卖你的东西了。来，杨总，你接我电话。那家做了没有？急死了，人家这个。取快取，坐上去了。王菲，能坐多低？能坐多低就坐多低。要卖点鹿心丸了。不接电话也不回。鹿心丸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知不知道是啥？哥，你们说多少钱上车，我就多少钱上车，听你们的。哥，我跟何老说说，你能不能对我再宽容点，哥？你这边我一会儿看你的表现。行了，哥，你都不知道。来，直播8600个家人们啊，鹿心丸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你们说多少钱上车？他们说20块钱上车，你们20块钱坐上去。这什么？20块钱？哥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要卖东西，把我这个花唱我的全部卖出去。听我的，哥，一头现在成年的梅花鹿，现在光一头鹿现在就3万多。不，你我不听你说。这一个鹿一个心。嘘，我不听你说话。坐上去了没有？20块钱坐不了，飞总。能坐多少？能坐多低算多低。这边158就不能下来了。只能坐158。哎，这个为什么只能坐158？你知道吧，这是一个鹿心才能提取出这么一个丸。你别喊我吹牛逼了，来，为什么它这么贵？来，我你还不相信哥，我是搞科研的，我给你看一下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